神温妮在台上忘情唱跳，台下粉丝赶紧拿手机捕捉偶像。全场嗨到不行，城市巨响音乐节28号在 Zepp New Taipei 登场，马来西亚、台湾、日本跨国合作，现场加线上同步登场。有马来西亚舞台，那也有台湾舞台，然后我们另外透过了直播，那线上做交流。那这是疫情间啊，我觉得是蛮重大的一个突破，因为现在慢慢大家要走出疫情了。观众跟着偶像做出应援，不难看出魅力有多大。台湾场今年分为两个舞台，都有不同精彩表演。巨响舞台高讨论度卡斯轮番上阵，田波舞台则延续先前的台日友好计划，但错过这场还有机会。我觉得在家里去收看表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我们除了五月的这一个活动以外，我们其实有做一系列的规划。然后我们在6月13也有一场，就是跟日本合作的 Call Out Music。病毒肆虐，不少现场活动被迫延期或取消。如今两国现场三国连线，历史性的一刻，让乐迷终于能现场体会音乐美好。TVBS 新闻发展三项目将实行新北市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